星光大道最新周赛闪亮登场，五组选手谁将问鼎周赛冠军？星光大道精彩巨献。欢迎大家，来吧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步入星光大道。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，史丹利复合肥，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。今天又是一场精彩的周赛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激烈的比拼。赶快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光临现场的各位嘉宾，他们是两位歌唱界的朋友，我们亲爱的莫华伦老师，好久不见，华伦老师，还有刘和刚老师，欢迎您，和刚，亲爱的小香玉老师，你好，还有李静老师，哎，来。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家人，星光大道2012年年度五强草帽姐，星光大道2015年周冠军王海洋，海洋，星光大道2018年年度五强刘恒增，星光大道2019年年度四强董飞，董卿的凤美，星光大道2020年年度总冠军欣欣，星光大道2020年优秀选手战学文，哇哦，各位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是的，来吧，那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，那就是闪亮登场。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al sole, un'aria serena dopo una tempesta, per l'aria fresca pare già una festa. 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al sole.Sai affronti a te 你们在说什么？拿话筒说。你唱的太好了。你这个不是一单嘿，你这个有点像我的老家。你先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梦，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，今年35岁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一名中医推拿按摩师。自己还笑场。我报名上来。我觉得真的，华伦老师先点评一下他的演唱吧。刚才就是他一开口把我震住了。怎么呢？他是就闭着眼睛，感觉是个男高音在唱，一看哎是个女的。要不要一会儿您研究一下他的声带，他研究一下您的肩膀，我看清楚。他研究一下您的穴位。我觉得唱的说实话真的不错。谢谢老师的话、按摩师推拿师哈。对，你怎么做上这一行的呢？我从小呢就是也喜欢这一行，我妈妈也是干这个中医的嘛。哦，然后我也就是帮他打把手，我在里面拔一个罐了，推一个拿了，这样的。发现自己还比较有天赋是吧？啊，还可以了。你打小声音就是这样的吗？就是从8岁那个时候就开始变起了。就是变声完了之后，从童音就变成了这样浑厚的像男高音一样的声音。是。你经常按摩吗，周迅？哦，我还挺喜欢按摩的。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按摩足三里，你知道足三里吗？对，我知道，它是一个强阳穴。怎么讲？你只要按摩它，可以治很多的毛病。那你觉得我们俩还适合按摩哪些穴位？比如朱雀。这个按摩嘛，大家都觉得它只是普遍性的治一个腰酸背疼啦什么的哈。其实它有别的很多的功效，还有，比如治疗这个感冒、咳嗽，然后失眠，然后
减肥，美白。美白？你为什么要看他？什么意思？是我你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？没有，我真的有太。你是不是看他？因为太漂亮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拿我你演示一下。摁哪儿我能白？从这个缝到这个杠线这儿啊，到这个就咱们的这个平行线上啊，然后再到这个地方，这个、有个弯到这儿啊，哎，到这个线上就行。然后反复的这样哦，哎，白了、哎、是不是脸色都白了。现在这个穴位它可以美白，然后它也可以祛斑、哦、哎，也可以棕白啊，棕白，对，就这样推，反复的推，然后这个手也可以做，这样来回、哦、来回的做。哎，跟你说，我今天把它搓出茧子了，我今天、啊他最近也有的时候哈在减肥，你告诉哪个穴位能瘦脸、减肚子？瘦脸绝对的，全身的，我告诉你，足三里，然后丰隆穴，就这两个。好，我们搬把椅子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这里。你受力吗？我受力。这样，他给你按是可以，嗯、但是你要唱歌，我要唱歌，然后保证你的音准的平稳。这个没问题啊，真的吗？随便的歌，来，就是要保持音准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力气太大了？这个没问题啊，这个没问题啊。我觉得这样，我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，我嗓门不太好，我觉得得请歌唱家来。对，华伦老师，郭老师，我都给你调了，今天您身体有哪儿不舒服？请问腰有点腰不舒服，您开始唱吧。行了，有点疼啊。哎，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很舒服。您还是挺受力的，王梦还特别认真的。何刚老师来，有福共享嘛，不能我一个人享受。哦，我看着好像要有难同当的意思。我那个患者你可以起来了，这边给他一个，换一个。我那什么，他脖子。你好，我脖子不好，要不咱试着唱一首。啊，唱一首来。在那有位好姑娘，姑娘就在身后。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，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。这小手按摩的，小手哪按摩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从来没有唱这么好过，头一回。小手很温柔的，我发现不能再按了啊！怎么要睡着了？是不是？再按我就超过孟华伦老师了。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，特别棒。我想听一下你还会唱什么歌？中国歌，你唱一段行吗？可以，就一段。嗨，大家祖国唱起歌，骑着马儿翻山坡，